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款切尔西靴，然后这款呢是曼莎露迪牌子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鞋子呢，我在网上看了一款百丽款的，它要400多，然后我找到了这一款，因为他们家鞋子我买过几次，然后收到手质量和做工都不错。买这款呢是个羊皮材质的啊，切尔西靴。短短的，我觉得这款呢靴子呢是挺百搭的，然后后期配裙子啊或者牛仔裤啊都是可以的。它的手感呢摸上去真的非常的柔软啊，皮质非常的软的，是款羊皮的，然后做工呢各方面你近点给大家看一下，细节都挺好的。它是个圆中带方的那种圆头的啊，还挺不错的，穿上脚这个鞋头还挺好看的啊。来看一下这个跟高，跟高的话是3厘米的，然后我这个已经收到了，已经试穿过一次了，挺柔软的，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这款呢它后面是带一款拉链的设计，非常简约哦，性价比也是蛮高的。里面是我买的是加绒的，但是这个绒呢不是很厚哦，是比较薄的一个绒，这个是买的是38尺码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鞋底呢是一个橡胶底防滑底啊，防滑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啊，挺防滑的。现在我们把它穿上脚吧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款鞋子，我搭配了一个对对袜，其实不穿对对袜也是很好看的啊。如果搭配裙子的话，咱们就可以配个这种小袜子单独穿，也是非常好看的，非常有层次感啊。这款靴子呢，它长短就是刚刚好的，可以配牛仔裤，也可以配打底裤，或者是对对袜，或者光腿直接来穿也是可以的。它的脚感啊，真的是挺柔软的啊，非常舒适。然后网上也有400多的，和这个是同款的。当然，我觉得这款的200多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，毕竟它是羊皮的嘛。它鞋子质量还挺不错的，每次收到货的话都是没有让我失望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款式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前面呢是圆中带方的，感觉非常简明，上脚非常可爱啊，也很气质，没有一点廉价感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细节做工都非常不错的。而且它这个鞋跟呢是高个子女生、小个子女生都是可以去入的啊，3厘米的鞋跟。颜值我觉得还是挺高的，非常经典。这款鞋子呢它也是比较日常的啊，日常通勤都是可以去穿的。我买靴子的话呢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后跟带拉链的啊，穿脱真的非常方便。上脚呢它也是非常轻便的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侧面、后面，全方位的给大家展示看一下啊，效果还是挺不错的。我觉得如果想要穿个质感的靴子就可以入这一款啊，而且它的价格呢我觉得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，非常值这个价格。如果说是比较怕热的姐妹们就可以拍单里的，我买的是加绒款啊，喜欢的话宝宝可以放心入哦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